就连最新流行的补水黑科技水光枪，小玉也会带着婆婆一起使用。这份尤其讨爱美婆婆欢心的仪器还真的不容小觑，它是通过点按的方式将优质的玻尿酸直接送入皮肤基底层。这个玻尿酸是双分子结构的，大分子锁水，小分子补水的，吸收率是普通涂抹式护肤品的20倍。为了证明这把水光枪真的对皮肤没有伤害，小玉特意做了一个气球实验，用脆弱易爆的气球模拟皮肤表面，用水光枪点按之后，气球内部有水珠渗出，纸巾擦拭之后，气球完好无损。气球并没有炸，但是确实是有个小孔出来。对对对，所以说它一定不会伤皮肤的。具有如此神奇效果的原因，当然是因为它利用了最新的纳米微晶技术，能够在20分钟内同时打开10000个以上的养分通道，通道却只有头发的1/1000那么细小，不会给皮肤留下创伤。20分钟之后，肌肤自动愈合。而在这20分钟之内，再补充使用优质的补水嫩白面膜，营养吸收更加高效。